级汽车。欢迎大旅行家。朋友们，听我说，听我说，我今天真是太幸运了，一路过来都是绿灯，还买到商店里最后两袋糖果。谢谢妮娜，我们叫你来是有一项任务。哦，对，说吧说吧，我听着呢。重磅消息，环球旅行家罗杰要来贝罗小镇啦。旅行家罗杰，哇，那可是我的偶像。听说他走南闯北，见多识广，被他认可的城市都是全世界最棒的地方，真希望他能喜欢贝勒小镇。罗杰先生是客人，要好好招待他。妮娜，这件事就交给你咯。好呀，包在我身上。出租车妮娜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，超级汽车变身。今天的惊喜道具是召唤喇叭。超级汽车出动，注意啦注意啦，旅行家罗杰要来贝勒小镇了，我们要为他举办一场热闹的欢迎派对，请大家暂停工作，到广场集合。一会儿我们就这样这样这样。哦，终于到了，罗杰先生。欢迎你来到贝勒小镇。欢迎欢迎，热烈欢迎，欢迎欢迎。这里的汽车好热情啊，我喜欢这座城市。道乱糟糟，塑料袋满天飘，垃圾臭烘烘，苍蝇嗡嗡嗡。这里的卫生太差了。路口堵车了，汽车在尖叫，喇叭嘟嘟嘟，大家吵吵吵。这里的交通也不好。花园绕一绕，小花枯萎了，树叶飘呀飘，杂草高高高。是我没照顾好，我太失望了，我要离开这里。我还没来得及填好这个坑。再见。一切都被我搞砸了。我们还是回去工作吧。工作交给我，刷刷刷刷刷刷，垃圾垃圾全清理，街道变干净。指挥工作交给我，红灯停，绿灯行，礼让行人不拥挤，道路畅通了。保护环境交给我，洒洒水，哗啦啦，小花小草抬头笑，大树长得高。想让城市变美好，认真工作很重要，大街小巷瞧一瞧，大家充满了欢笑。我喜欢这个城市。你说什么？我说我喜欢这里。罗杰先生说他喜欢我们的城市，太好了。